小超梦在线神级游戏理解，贪欲千变的上单诺手，只出一件攻击装就600攻击力，坦度拉到最满。众所周知，新版本中有两件装备是真正的超模，那就是贪欲九头蛇和千变者假修。如果有一个英雄能同时适配这两件装备，那么在当前版本就是当之无愧的 T0 级别英雄，比如人马，再比如剑魔。但其实还有很多英雄适合这样出装，比如小超梦最近刚刚开发出的贪欲千变者诺手，出装为贪欲、千变者、胆甲、自然之力和蓝盾。可以发现，这套装备只选了贪欲这一套输出装，但是后期店面征服者和触发雪诺以后，诺手就有将近600攻击力，伤害根本就看不懂。除此以外，这套装备让诺手弱得根本看不懂，后期店面假修后直接超过400护甲、300魔抗，对面的攻击在诺手身上完全就是挠痒痒。然而诺手一个大招配下去，直接1500甲的真伤，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不得不说，现版本的贪欲和千变者是真的给力。那么各位看官老爷，你觉得还有哪些英雄适合这两件装备呢？